接下来哈，来用讲客家话做点嘛？太多了，做点嘛？啊，你有无上算哦？我要讲客家话哦，来，我的礼物再拿出来一下下。啊，过来了。有节目表的，请挥挥手，把节目表拿起来挥挥手，那量一下，剩一个风一个，剩一个风一个。接下来是什么曲目？ 我讲客家话，唱出来吼，做了官方啊，就礼物送分。哎，对，这位大姐来。我过不去啊。天公落水呀、啊。好，谢谢。天公落水。好，我再问一下。我真的。老师，你知道天公落水是什么意思不？就是要下雨。 哦，你看，你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？闽南人，那你看，我们老师听得懂。客家话，天公落水就是要下雨，就是要下雨了。好，来，天公落水。